姊妹，大家主日平安。咱感谢主的恩典，今日咱来仰望上帝，咱来祈求上帝。但愿荣耀的天父上帝，亲爱的主耶稣，真理无非是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，甲咱每一个人同在。咱即时三甲来听几项的报告。啊，这项是关于咱教会水利。咱十月初六，就一日主日吼上午，咱有教会有举行水利。请阿哥未洗礼的兄弟姊妹哦，为家己祈祷。如果有感动受洗的人，恁请恩校长来报名。第二项报告就是乐龄团契啊，咱这个七月二十八号，咱礼拜日下晡三点啊，咱有乐龄的团契，地点是伫咱教会的副堂。欢迎咱五十岁以上的兄弟姊妹，邀请亲友来参加。第三项报告就是咱四班联唱哦，教会咱逐礼拜拜一暗。咱都有四班联唱晚餐哦，咱六点到六点半是晚餐的时间，啊，六点半到七点半，咱是这个联唱的时间，所以欢迎咱兄弟姊妹三甲来参加吼、哦。咱报告就到这个所在，咱三甲来唱两首闽南圣诗，头一首《同心阿乐天父》，第二首《救主欢喜的声》。来啊，咱就按耶和华歌唱。拯救咱的搬石欢呼，咱就来感谢伊，用诗歌向伊欢呼。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捌因，因也跟着我。
起立，咱三个来做一个开始的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满心的感谢俄罗斯的恩典，感谢你的带领引带，给阮兄弟姊妹啊，伫无同的角落的当中来聚集，阮三个来敬拜俄罗斯。亲爱的主，愿你即时来站在阮的心内，做阮随时的帮站。啊，求你来怜悯恩待阮，主啊，你来赦免阮伫啊以往日子当中阮的亏欠。主啊，阮啊，阮亏欠人，亏欠上帝，求上帝你来用宝血啊来洗净阮的过犯。托阮伫你的面头前来手洁心清，调见你的面，主阮感谢俄罗斯。亲爱的主，阮啊继续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啊感谢你啊设立教会伫这个所在，啊感谢你也托啊做做啊啊兄弟姊妹起来为当主你使用，哦愿真侪教会的同工，求主耶稣基督你来使用阮每一个同工，托阮伫教会当中有法通得到更加大的福音。主啊，阮也求主你踮伫阮的教会当中，去守卫长王权。主啊，你要托阮的教会伫即个所在来成做金灯台，接着阮的教会引带搁较侪的人来归向伫主你的名下。主啊，阮感谢俄罗斯。亲爱的主，阮也求你看顾保守阮今仔早起的时间，愿上帝你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你的话语要进入伫阮的心内，清查阮的心，托阮真正伫主的话语当中搁较清楚明白主你的旨意是啥物。求主你看顾保守，接着你话对阮说话，愿上帝你来祝福阮娱乐的时间。安尼伫你面头前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大家请坐，咱即时三个来看一段的经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到三十一节。圣经安尼说，就敢若像身体是一个，却有真侪肢体。而且肢体虽然真多，仍然是一个身体。基督也是安尼。咱无限制即个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做奴隶，是自主的，拢对一位圣灵受洗，吃了一个身体，认为一位圣灵。身体原毋是一个肢体，乃是真多肢体。假使脚说我毋是手，所以无属乎身体，伊袂用去安尼就无属于身体咯。假使耳仔说，我毋是目睭，所以无属乎即个身体，伊也袂用你安尼就无属于身体咯。若是全身是目睭，对倒落听声音呢？若全身是耳仔，对倒落来鼻味呢？但如今上帝随家己的意思，将肢体各自安排伫身顶咯。若拢是一个身体，若拢是一个肢体，身体伫倒落呢？但如今肢体是真多身体却是一个，目睭袂用你对手洗，我用袂着你；头壳也袂用你对对脚洗，我用袂着你。不但安尼，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佫较是不可招的。身顶的肢体，咱看做无体面的，如法加托伊加上体面，无尊美的人，如法得着尊美？咱尊美的肢体。自然用袂着装饰，但上帝配搭这个身体，将加倍的体面，托起有欠缺的肢体，免得身顶分门别类，总着肢体彼此的相顾。若是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恁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并且各自做肢体，上帝伫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搁一摆是得温书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，兼拢是使徒吗？兼拢是先知吗？兼拢是教师吗？兼拢是行异能的吗？咸拢是得温书医病的吗？咸拢是说方言的吗？咸拢是咸拢是翻方言的吗？恁着切切的求迄搁较大的温书，我现今将最妙的道指示恁。感谢主，咱圣经就是读到这个所在，咱接着这段经文，咱要三个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同在一起侍奉，同在一起侍奉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真侪时阵会看到。现今这个时代的有真多真多的教会哦，有
有软弱不足的所在。然而，这不是圣经内头所描写的教会。现在你是初信主的人，你拄仔才随加入到教会哩。你看恁哦会安尼想，啊，教会哦只不过是安尼罢了。啊，毋知咱大家还记基督说啥物无？教会是基督伫地顶的身体。基督说：“我去，我对恁是有益处的，因为我若无去，圣灵就未来。我若去了，就差圣灵来，圣灵会甲恁同在，点伫恁的内头，互咱受洗归入基督。”保罗伫这个哥罗西书，伊有提出，教会是基督伫地顶的身体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咱是身体。今仔日这个教会，真个耶稣基督的教会遍布全世界。基督的身体，毋是浸信会的身体，也毋是罗德会的身体，也毋是天主教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，乃是咱每一个信徒三个来构成的。基督的身体，保罗指出，你甲我是身体的无同部分。伊说啥物呢？伊说，我是树枝，啊，我是水头啊，你是耳啊，伊就是目睭或者是鼻啊。咱是身体的无同部分，袂用你欠少哩。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。这个事实恁甲你属于倒一个宗派是无关系。咱接着同一个灵受洗归入基督。吃做身体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教会只有一个。咱明明属于一个教会，但是教会里有真多真多的教会，却分东分派，互相竞争，甚至是分离教会。对古代一直到现在，教会分离的代志，大家都可以看见。教会因着对人对代志的看法无同，就分离了。无啰说教。高林都教会因为彼此温素无同离婚离了，因说哦，这个是属于我的，那个人是属于你的，又搁说我无需要你，我才是最重要的，等等等等。高林都教会甚至为了难以想象、无关紧要的代志离闹婚离，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保罗所说的，唔单单是。对这个啊，针对哥伦多教会，伊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今仔日基督的身体说，是对你说，也是对我说。保罗指出，问题出在教会的信徒身上。咱一做接受耶稣、吃做基督身体的人，竟然觉得家己无重要。保罗在这个哥伦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说，有人觉得家己唔是手，所以唔是无上的身体。有人觉得自己不是目睭，所以无属身体。然而，一个身体有目睭、有耳啊、有鼻啊、有嘴头啊、有手、有脚、有各个部分，才叫做身体啊。各个部分有无同的位置，有无同的功用，有无同的责任。上帝无要求嘴头啊，就去做脚、嘴头啊的工作，也无叫目睭去代替耳啊。有一个故事哦，安尼说到，有一日啊，目睭、耳啊、嘴、甲鼻，伫咧召开啊，召集开一个大会。啊，大会开了，因就宣布说，咱的位置哦比较较悬啊，脚的位置哦比较较低，咱袂用你甲脚相处得太过密切咯，咱就有一仔分别。哇！头因头大家哦，都真正赞成。脚听去听了哦，也是无甲因计较。有一日啊，嘴想要出去参观的食物件，但是脚呢无想要行出去，唔行出去，啊，所以嘴就无物件通食咯。啊，过了无偌久，耳啊呢想要听鱼的白鸟伫咧叫，目睭呢想要出去外口看风景。脚又搁唔肯行，唔出去，所以耳啊呢，甲目睭哦也是无办法，所以大家又搁开会参详，就改变原来的迄个决定。但是哦，皮啊哦，无赞成。皮啊说，脚虽然会抵抗你，但是哦，我皮啊哦对脚，我并无对伊啥物要求啊，啊伊哦伊有法通。
干我怎啊办呢？卡车了哦，伊就行，脚就行去哦，最后站的厕所的内道，卡在厕所嘞，无点动。啊，厕所内道的臭屁哦，是按屁啊，一直直去，一直直去，真正臭。我出去，我感觉就感觉反北，长啊，甲胃啊，一大声的埋怨说，因伫迄个，因伫迄搭咧闹意见，然后却苦了咱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是的，身体死机，各有位置，这是天然唔通强求的规定。耳、目睭、嘴、甲鼻啊、手、甲脚，也是上好。虽然形状无上好，样也是无上好，位置也是无上好，功用也是无上好，但拢是一同咧为身体效力的。上帝将咱放伫教会内头，就甲咱像肢体，甲伊连伫即个身体的顶面上好的重要。所以咱绝对袂用咧互相攻击的，咱乃是着互补，咱乃是着互助。身体袂用咧无肢体的，肢体吼也袂用咧离开身体的。那换我无你，你也袂用咧无我的，咱更加袂用咧离开主的。若无的话，咱就失去了应该有的功能。今仔日教会的信徒恁也是拄着上好的问题，受着上好的教了啊！有袂少的信徒恁认为家己无重要，认为家己真无显目，因认为教会的代志哦啊，我无人斗创啥物，教会哦根本无需要我啊，我会用你有啊，用啊是会用你无你。伫第二十七年，无落强调，但如今肢体是真多，身体却是一个，只有一个教会。就是以基督来做头的教会，就是基督站起的身体。基督哦，怎啊站起伫教会呢？当然毋是指共伊啊，伊搬到教会站起，乃是指伊点伫咱每一个信徒的心中。对古代一直到现在，教会都掌管伫基之爱，佮传递，佮啊以为大，并且无所为为上帝的手中。上帝掌管教会，上帝坚固教会，基督的身体安息在上帝的手中。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上好，在上帝的手中来享受安息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咱啊，就是关于这个人追求独立。在这个时代的教会当中，有的人哦，感觉哦，家己真无起目，啊，真无显目，啊，真无重要。但是有一个人呢，认为伊家己真正了不起。无需要上帝，哦，咱可以去想象者。如果手那是肌肉，甲这个手骨来合作，那么手骨那是肌肉，甲拳头合作，啊，这双脚那是肌肉，甲头壳合作，那么咱规个身体就变在硬去咯，无法通点动。如果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各有家己的主张，有家己的意见，唔肯合作。啊，唔肯听人的意见，伊家己想要怎啊创就怎啊创。那么，啊，佫有算出是一个身体吗？可悲的是，今仔日这个时代教会当中有一种独立的风气。甚物风气呢？就是我做我的代志，你做你的代志，伊做伊的代志。啊，这个小组做因的代志，迄、那个小组做因的代志，家己做家己的。啊，要说甚物合作呢？要说甚物合一呢？大家人有家己的意见，有家己的主张。意见无合就闹分离，无人肯放落自我，唔无要听别人怎啊说。假使一个人目睭若是无看，耳啊若是无听，只脚若是无脚入尾，这个人要怎啊来行动呢？如果身体大部分的器官都无协调，都无合作，身体根本无法当运作，这是像教会上好失去生命力。所以难怪教会的人数会愈来愈少。因为人人都追求独立，人人都做家己喜欢的代志。一般人对教会的礼拜六拢是出啊，伫这个啊，拢是在这个外表的观念。因为教会只是一个宗教的团体、组织、机构，或者是场所等等而已。原来对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教会唔只是有这个头先咱所提出来的这个特点。教会根本就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，是一群经由耶稣基督救赎到来属灵生命的群体。所以严格的说，
教会毋是一个宗教团体，乃是教会乃是对一群顶头先得救的人所组成的。教会是有是一群有共同生命的人，拢归属于同一位主，拢被同一位圣灵来充满。啊，对这位圣灵领受恩赐，要做一个来工作，要用上帝的生命来改变世界，这是教会要成就的工作。保罗为了要帮助咱更加容易明白这个真理，伊就用身体的比喻来说明。保罗把设计，咱任意一位圣灵成做一个身体，伊真侪摆说到咱全部拢是受洗归入基督，成做一个身体。成做一个身体，是出自上帝，是大能的上帝的旨意，是因为咱彼此需要。咱暗暗的三年成做肢体，成做基督的身体。那外我唔是说哦，咱就去外来别人，咱就尽量对别人的身顶得到益处。我乃是说哦，兄弟姊妹哦，彼之间彼此需要，彼此的外来，和彼此之间的关系，有人更加亲密，有人更加亲热。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将咱囥做一个，念做一体，赐予咱无同的恩赐，无同的性格，这本是美好的代志。咱虽然无同好，但是却彼此的同心，互相配合。每一个人呢，都是不可缺少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真正宝贵的，每一个人拢是基督的身体。保罗吹动的哥林多教会。是一群人人拢有家己看法的教会，有的人说啊，我有教出的恩赐，所以哦，比起会晓咧服务的人哦，搁较重要，地位搁较贵。错了，唔是安尼的，因唔对咯。人人拢是基督身体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拢是同样重要。无论伫即个二十三节说啊，身顶肢体咱看做无体面的，如何？可以加上提名，无准备的人如何得到准备？保罗是啥物呢？原来是指咱身体内部的器官，比如说哦，咱的肝、甲胆、咱的心脏等等等等。上帝无将一堆器官，家己藏伫外口，乃是家己藏伫咱身体的内头。保罗说哦，唔单单外在，看迄个器官才重要，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，内头甲外口，拢是上好的重要。心脏真正重要，肝也是真正重要，肺部也是真正重要，胆也是袂用你欠少你。只做的器官是伫咱的内道，是咱目睭看袂到的。咱什么时阵才有法能注意因呢？就是伫因破病的时阵哦，咱才有法能注意到。因失去功能的时阵，咱才发现到因的存在。咱从来都无留意家己的心，每分每秒伫咧为咱无停的跳动。一日搁一日，一年搁一年，咱根本哦无留意，也无感谢，搁较无欣赏，一直到有一日啊心脏有问题咯。咱若做样心脏跳动是理所当然的代志，只做内在的器官哦，看起来哦，敢若像无体面、无重要，但是上帝如法为因加上体面。上帝说啊，唔管你是拳头啊，还是手。佮欠在你是手腕哦，或者是你的手骨，拢是肩头的一部分，拢是身体的一部分，你十分的重要。看起来无重，敢若像无重要的器官呢，实际顶是真正重要的。无论伫即个二十四节就接着说啊，咱即个尊美的肢体，自然用袂着装饰，但上帝搭配即个身体，将加倍的体面，托起有欠缺的肢体。根据经文的意思哦，就敢若像有一只肢体哦，佫较尊美，比起其他的肢体哦，佫较重要。然而哦，事实毋是安尼的。无论咱是身体的倒一个部分，咱都可以祈求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我就是安尼的啊，你要我为你做甚物啊？”敢若是无要做上帝来决定担任你的角色，要背起你的责任呢？第二十五节保罗说啊，免得。身体分门别类，总着肢体来彼此的三个。兄弟姊妹，咱教会兄弟姊妹有困难，咱可以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三听，彼此的陪伴，陪伴因渡过难关。彼此的三个是真正宝贵的，袂用你
无法通用金钱来取代。你曾经，你捌经历过即个人生的低谷吗？迄个时阵哦，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哦，伫你的边头陪伴你行，你就会感到安慰。就算说因一句话都无说，但你知影，因一直为你祈祷，因疼你，因知影你受到的伤害，为你感到痛心。这就是保罗伊所说，当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同受苦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一个肢体若是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。一个肢体快乐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快乐。咱甲肢体一同受苦，也一同欢乐的感谢俄罗上帝。有一个人呢，只可以甲人做一个受苦，但看见别人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却唔甘心。甲人一同欢乐的感谢俄罗上帝，亲像因安尼的心态是唔对的。咱过来看保罗伊伫即个二十七节、二十八节说啥物呢？恁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一教会所设立的人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先生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过来就是得恩赐的，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。第二世的说方言的，保罗列出了恩赐的清单，伊毋是按阶级来共伊排列的，伊是按照出现的年代所列出的。首先是使徒，是因建立教会，然后是先知，接着的是先生甲其他的。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里，保罗按身体的各个部分提出问题：难道大家人是使徒吗？毋是的。难道大家人是先知吗？当然不是的。大家人难道是先知吗？难道大家人是行异能的吗？是医病的吗？是说方言的吗？答案也是不是的。上帝无有在圣经的当中提到某一个恩赐是必须的，大家人都应该追求这种的恩赐。上帝说什么呢？伊说啊，每一个人受洗归入一个身体，属于一个身体。就按各人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侍，彼此的配搭，和身体来发挥所长，和上帝得到荣耀。简单的来说啊，无一种恩赐是最优秀的，是最出色的，是大家人都必须要追求的。无论伊是团队的恩赐，还是这个管理的恩赐，如果大家人拢是上一个恩典，啊，教会要怎样来运作呢？人人恩赐都无同。虽然恩赐无同，性格无同，智力也是无同，地位甲知识也是无同，但是上帝将无同的人共囥做一下，互咱构成一个身体，彼此来合作，成做属灵的团体，伫上帝面头前做美好的见证。无论要咱知影咱家己伫基督身体的位置，我是最重要的。哦，我才亲像基督的肢体上好重要，咱袂用你。离开兄弟姊妹来独立行事，咱彼此需要，咱彼此的亲近，咱彼此的联络，咱可以持续一礼拜嘞。咱一日24点钟，咱做偌济大代志甲小代志啊，人真正够，但是咱无在意。伫教练有一日啊，咱的身体出问题咯，破病咯，咱才会发现，一直以来哦，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哦，都配合得真正好，为咱服务真正好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有无想到上帝将咱囥做一下，咱敬拜侍奉伊，咱应该就怎样来侍奉上帝呢？咱应该就以听来侍奉上帝，咱应该就倾倒咱家己的生命，真心真意的服侍人。咱就学习无条件的听别人，咱听，咱并不是因为对方是好人，也毋是因为对方有法通做什么代志。只因为对方是咱的兄弟姊妹，是咱的肢体，是咱身体的一部分，这就有价值咯。上帝将咱放在这肢体当中，一个人快乐，大家人就都快乐咯。如果咱大家人都尊重上帝的教导，彼此的相听，并且知影家己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十分的重要。那么就上帝就可能按照家己的心意使用咱。天差在这个时阵啊，某某人的名哦出现在你的头壳的当中。你心内真无欢喜，你认为这种人哦，我无可能听伊。你也是甚至可能会列出真多理由，
指出因的行为哦，真正歹门啊，常常欺骗人，无念亲情，等，根本无值得我会听。当然嘞，你所说哦，甲咱像有合情合理，但是哦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知影无？今仔日嘞，你甲我已经死了，已经甲耶稣基督一同被钉死了。一个被钉死的人，恁是袂去恨人咯，也袂去看唔起别人，或者是对人心怀怨恨，因为伊已经被钉伫十字架顶死了，埋葬了，并且复活了。甲上帝一同有加做济，有加开始一个新的生命。咱的旧我，从前的我，袂晓咧听别人，无可能听咱许个真正讨厌、真正咱所恨的人。但是哦，耶稣基督赐予咱新的生命，伊伫咱的内头活着，从以前也无可能变做有可能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就感谢上帝救赎了咱，予咱有法通食出伊的甘呐，搁可以伫上帝的家内，甲正兄弟姊妹互相做肢体。虽然咱都是无完美的，但是靠着上帝恩典甲疼，咱可以学习真侪属灵的功课，生命。饱满大家生命当中，哇、啊，这个无够业，一同伫这个听中来成长。这是咱今仔日所分享的这段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经文。咱先过来按头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满心的感谢俄罗斯的恩典，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搁一摆伫你的面头前有人听见你话语的加持，愿上帝你的话。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，开我们的心脉，让我们清楚明白主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你要让我们真正用听来侍奉上帝，用听来服侍别人。求上帝，你让我们真正在教会当中来见证主名，在社会当中来见证主名，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来见证主名。愿主你引出带领，让我们无论行到倒落，拢会荣耀见证主的圣名。做阮感谢俄罗斯，愿上帝你来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，让阮在每一个角落当中，拢有上帝主你丰盛的恩典。安尼在你面头前，同心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现在咱三个来唱一首《万人心事》，我当专心迫切祈祷。耶和华，我对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。愿你阿耳孔听我恳求的声音，奉请咱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咱本未晓得应该怎样祈祷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讲未出来的叹息替咱祈祷。See you.
家一同起立，咱三甲来领受对顶头来的祝福。但愿主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甲互恁平安，啊！但愿主常常甲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家庭同在，对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同心奉主的名祝福，阿门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今仔日崇拜会到这个所在，愿上帝来祝福大家，下主日咱再见。